各位小财神好，今天大家过得都好吗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，又是市场上令人非常兴奋的好消息哦，就是联邦赖点卡它的回馈呢，延到明年一月底了。哇，这真的很棒哦，因为所谓的就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哦，所以你看，像那个台北富邦 J 卡推出 3% 回馈无上限之后呢，联邦银行也不甘示弱，立马把他们的产品直接延长到明年一月底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持有这个台北富邦 J 卡，好 J Points 点数的，或者是这个联邦赖点卡的朋友呢，你都可以高枕无忧半年的哈，继续的使用这些优惠。那如果您自己本身是新朋友，也不知道说，下半年要用什么卡片的朋友呢，没关系，赶快来看这支影片，你就知道到底该入手哪一张卡片了。好来，今天的主题就是联邦赖点卡的这个优惠速报跟介绍哦。那今天的重点有三个，第一个就是介绍联邦赖点卡的基本权益，好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额外的好康。再来的话呢，如果你搭配这个所谓的地虎支付 LINE Pay Money 的部分，你可以再多拿 2% 回馈，好，这部分也的确是蛮高的。那第三的话呢，就是那个联邦银行呢，也吃到中国信托的口水哦，就是推出了新的卡面哦，所以呢，他们总是觉得说，推出新的卡面好像就可以推升一波办卡量哦。但是呢，我相信大家也很好奇说，到底大家接受度怎样哦？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观众的投票结果。好来，第一个重点呢，卡片的基本权益国内2%，海外5%点数，海外3%点数回馈无上限。其实这个数字呢，它有点类似像这个所谓的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习卡哦，就是国内2%，海外3%。好，但是呢，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点数回馈也是无上限的哦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跟台北富邦 J 卡又不一样，因为 J 卡是国内3%回馈无上限。好，所以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区隔。好，那中间差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第二个段落会讲的重点。那我们先来解释这个卡片的基本权益。好，这边好。这是他昨天新上线的官网，我直接做个截图哦，就是赖点卡的消费必备呢哦，国外的话直接是 3% 点数回馈无上限，活动时间呢是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31号，所以到明年1月之前你都不用担心这个卡片的点数会变差，只要无脑刷也是一样有高回馈哦，那国内就是 2% 哦，就还好这样子哦，因为现在基本上台湾的这个信用卡市场竞争实在太激烈了，所以如果没有2%，一般消费者是看不上眼的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这卡片其实有针对一卡通的自动加值，有给1%回馈哦。哈，自动加值一次500，然后它就会给你5点，好，就是1%回馈。那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莱尔富，你在莱尔富做这个消费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拿到1%的 9 points 点数回馈，好，相当于这个所谓的两倍回馈就是1%，好，这等于是几乎就是莱尔富联名卡了哦。之前莱尔富的联名卡是跟永丰合作，那很可惜，就是他们后来这个 High Life 卡呢就没有再延续了，所以现在基本上应该是莱尔富跟联邦比较好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有推出这种点数互惠的模式哦，还不错哦。所以常常去小莱消费的朋友，也可以拿你的联邦赖点卡出来解任务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如果你是新户，你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新户手刷礼，基本上都是只有300啦。好，但是现在又多了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很可爱的滑鼠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商品。那我个人是觉得我比较喜欢 LINE POINTS 点数，因为 LINE POINTS 点数你到最后可以在 LINE 酷券上面去兑换任何你想要的商品。好，那 LINE POINTS 点数呢，它其实本身也是不会过期的。好，它基本上是有180天的效期，但是你只要持续有刷卡有点数进账，它的点数都会滚动式的延展。好，所以等于你最后一笔点数进账之后的180天内它都不会过期。好，整笔都不会过期。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想要无脑使用的人来讲，这个 LINE POINTS 点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好，提供大家参考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其实他也有推出这个所谓的 MGM 活动。那去年最厉害的就是，你只要推到比如说25人，好，他就送你一支 Apple Watch。哦，这真的还蛮难得的。但今年的上半年他并没有推出这样的活动，他就是只有就是旧团一个拿200。好，那我们开板帮也有针对这部分有推出一些有趣的MGM 活动，等一下介绍。好，那下半年的部分呢，它一样就是有所谓的加码。这个加码的话，它就是送你这个 Google Nest Mini 2智慧音箱以太。好，推荐三名它就送一个。好，所以它就没有要推很多，因为推很多大概都是我们这些 KOL 有影响力的在拿哦，
所以他想说，那就一般人就大概推三个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本团一样也有加码，就是我们下半年的活动呢，我们上半年是走到7月31号，好，下半年卡板帮8月1号开始走的这个上车的朋友呢，我们就送这个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三个 KO 一定可以拿到，但我们三个 KO 都不会把这个东西留在身边，一样是会在最后抽奖送出来给大家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自己也想要这个东西，也想要多一点抽奖机会的话，也非常欢迎你跟上卡板帮的团，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送大家。好，他这个活动是7月6号走到12月31号，那本团的话是活动的这个详细的细则，我们会在事后有部落格的方式，就是写文章正式公告办法，但基本上的话就是从8月1号起到12月31号的这个下半年的揪团呢，就是以赠送这个东西为主，好吗？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耐点卡其实上半年的活动，现在大家很幸运的，因为现在是7月初嘛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参加7月的活动或是8月的活动。那7月的活动的话，我们送的是 Apple Watch， 那因为我们本团每200人会抽一支，那现在已经超过600人上车了，只是回报的人比较少，回报只有200-300而已。好，所以我也邀请大家，就是你只要有上车的人，请你一定要来回报，我们是以回报人数为计哦。好，现在至少会送出一支 Apple Watch， 所以你想要 Apple Watch 的朋友，请你现在就上车，7月31号以前上车，8月15号以前回报，都是符合上半年的 Apple Watch 抽奖活动。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继续往下看的第二个重点就是 LINE Pay Money 的第五支付居然有 2% 回馈耶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好，我简单解释跟大家听一下。其实我有写文章跟大家分享，第五支付居然有 10% 回馈，这个就很吸引人啊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就是说，我之前曾经介绍过这个第五支付，就是 LINE Pay Money。然后呢，你自己如果它是一个电子支付，你如果有从其他银行把钱就是吸进去我们的 LINE Pay Money 这个账户里面，再利用这个 LINE Pay Money 里面的钱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信用卡的卡费缴纳，所以它不是以卡养卡，它是以钱来缴这个卡费的部分，尤其是针对 LINE 点卡这个所谓的联邦银行的这个信用卡的部分呢，你可以拿到这个额外给的加码的 2%， 上限的话呢每个月是300点，所以就是往回推，就是刷15000以内的话，你的账单消费金额都是直接再加 2%。 那为什么会有 10% 呢？我在这边简单解释一下，就是说联邦银行它有这所谓的大小套牢卡，就是所谓的理财型白金卡跟理财型无限卡，那这个卡片本身就有 8% 的现金回馈，再加上 2%， 不就是 10% 了吗？好，所以呢我觉得它这个第五支付真的非常的猛，也请大家就是来看一下下面的复言栏，我这边下面的这个解释的这个栏位的部分，然后影片下面都有很完整的解释，也请你就是点击连结来观看一下，我教你怎么解任务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影片里面就不多说，但是基本上我把原理跟你讲了，所以你只要就是看了文章，你就知道要怎么操作了。好，第三的话就是他们这一次居然推出了新卡面，我其实真的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，就是这张卡片的回馈已经这么好了，干嘛还要再推新卡面？除非它是之前的旧卡面，就是一年的约到期了，所以要换新卡。那我觉得可以理解，不然的话就是每半年就换一张卡，也不会太夸张吗？好，我们现在的新卡面其实到现在为止，联邦耐点卡已经有三张新卡面了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一开始是最右边的这一张，好，这是所谓的经典款的卡面。那后来呢，因为有一些盗图风波的关系，这是有趣的故事，他们就紧急在12月的时候推出了另外一张，真的找这个插画家好来画的这个新的卡面，就是最左边这个。我觉得最左边这个真的很漂亮，那很可惜，因为我们还在揪团当中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卡片停掉，卡片停掉卡号会换，那我就不能够揪团，然后大家的点数就会失效，所以非常的可惜，我就不能换。但他现在过了一年之后推出了中间的这个金属质感的这个极简卡面，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卡面，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对新旧卡面的选择，好吗？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的粉丝也会有做这个所谓的投票，所以也有不少人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投票，我来看一下，应该很好玩。我现在把那个我的粉丝页打开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哦。对，这个是昨天发起的这个选择哦。你看我自己的粉丝页的置顶贴文就是这个哦，所以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来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昨天的投票啊，在这儿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是我问大家，就是下半年到底哪张卡片最神哦？那后来我发现，多少人？大家怎么投？我看一下，如果我投的是 J 卡的话，哦 ，J 卡大家觉得是最好的，不是讲错，这个联邦耐点卡大家觉得是最好的，好，有60%的投票率，好，那
台北富邦 J 卡的话就输了这39%、哦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哦，在这里票选哦，大家还是有62%的人是觉得新的卡面比较好哎，好、哦，那总共投票数是现在是1367票哈、哦，1000多票，我觉得也算是蛮具有代表性的，所以一般的观众也是觉得新卡哈、哦、是比较接受度比较高的哈、哦，它是一种极简卡面，连 CW 大大他也觉得说他想要一张新的卡面哦，好、哦，但是非常。可惜，如果你要新卡片，你就不能参加 MGM 了，我们就不会把这个点数算到你头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简单的介绍这个联邦赖点卡的基本权益，还有附加权益，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搭配 Line Pay Money 缴联邦卡费的一些额外的回馈。好，最后跟大家介绍到就是新的卡面，如果你自己已经心动的话呢，赶快从我们下面的这个连结来办卡好吗？直接上车，直接跟团，你可以拿到更多的好康，好，也顺便就是赞助我们卡板房，好，我们会持续的产生最好最棒的内容给大家。好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真的不错的话，赶快来订阅一下，小铃铛记得开起来，最新的消息才会送到你家。好，也欢迎你就是赶快的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亲友，邀请你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申办联邦赖点卡好吗？享受2020年下半年的无脑神卡神回馈。好，我是宝可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